玉池哥哥，可是你不是要陪着你喜欢的流萤姑娘吗？你就是流萤，你们本是同一人。同一个人？很久以前你叫流萤，后来你叫暗影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就是你喜欢的流萤？是的，本座名为尉迟流萤。很久以前，你还叫我龙王。龙王。江湖郎中怎么也在这儿？其实青青是只小青鸟，而这位正是罗峰阁阁主。小青鸟，原来你也不是凡人啊。罗峰阁阁主，这样看起来倒是挺配我们家青青的。青青一直是我罗峰阁的人，从来就不是你家的。陈月，虽然我是鸟妖，但我们还是可以做朋友吧。那当然。那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就是龙王？是啊是啊，我明明什么都知道，但我什么都不能说。你也知道我个性，知道那么多大秘密小秘密，却一丁点都不能说，可闷死我了。辛苦你了，青青。那你们为什么要瞒着我呀？以后不会了。这次你绝不可再偷偷倒掉芭蕾饮，这样有违天规。可喝下那碗药，我会不会忘记所有的事，包括龙王，对吗？对，芭蕾饮本就是要人忘记前尘往事。那我不同意，我不喝。就算你不记得了，但你此次去人间，我也一定会找到你，和你成亲。可为何我要去人间等你呢？走。陈月怎么拉着龙王跑了？他们干嘛去了？成亲。
田月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成亲。啊？怎么？好，成亲。你是龙王，飞入海底龙宫，我们去那儿成亲。我并非海中龙王，跟我来。穿梭，这跟我想象中的一样。你想过？是啊，我想过。我无数次的想过跟你在云中飞翔，就像我们之前在林间策马一样。穿紧了。好。这就是我的龙影天池。那现在你把刘莹和阿宇的事儿全都说给我听，一点都不能少。好。千年的光阴都会绿，这幅画是我们一起画的。原来我还会画画啊。人却或是阴晴都只为了你，尘缘似一场花雨。这个就是阿鱼绣的小龙吧。之间的瞬息，若三日之内再出现这般新玄韵，你就要送我一个定情物，无论什么都可以。我看你手帕上的小龙绣了一半，我就自作主张全给绣好了。这是刘莹绣的，却是在阿云手上完成。刘莹、阿云、陈韵、原来你一直都在我身边。前生今生来生与你相遇，在不管你是谁，我都会永远在你身边。满天流云，掌心微光，谁眼中到你？